男人哈，什么都可以承认，就是那边他绝对不会承认输人家的啦。男人是四十岁一岁，不是说四十岁他不行的。男生在四十岁突然之间，他会发现他的性能力非常降很多，但是又不敢讲。男人之间不能搓的秘密，镜头前充满江湖气息。拥有入珠教主称号，现年57岁的陈安窗，入行将近30年，经手超过3万个男人。很难想象，过去的他是位摆摊的算命师，发现很多夫妻婚后感情淡化严重，算命无法助人感情挽回。后来研究入珠，让伴侣之间找回初恋的幸福感。而入珠过的男人口耳之间相传，陈安窗不仅在北中南开店，甚至远赴多国做生意。他接受访问，入珠惊人内幕全说了。觉得性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以前的人就跟我们叫做性爱性爱，所以先性合，所以他们就爱得很久。而现在也是恋爱，所以就新鲜玩过度就没有了，又3个月、半年之后就感情就淡掉了，啊，所以才着重在研究这个，帮助他的性，保持男生的细心，啊，然后增加女生的幸福感出来。一般监狱受刑人较容易接触到入珠，外界似乎难以了解。陈安窗接触后发现材质好坏、技术上如果没有适当处理，不仅造成受伤、发炎问题，还没找到幸福，却先伤了身体。就好像说，你如果用得不好的话，就会可能是10个女生只有1-2个可以接受，8个都不能接受。我就开始去让他去了解说，这个东西如何让他不出问题。再来就是说，10个里面达到95%以上的女生都能接受。其实可以给人家入珠，就好像买房地产一样，它是长期的投资，所以你一定要找品质好的、技术好的、有保障的，不要只是贪的便宜。它是因为它是长期性，它是一辈子的东西，就好像你买房子一样。哦，现在不是买股票，今天买了3个月之后就换掉，或是你买一件衣服，那穿了1个月不喜欢，那你就把它换掉，那无所谓。男人就是会没有看到的东西花不下去啦，就好像改车子，你看改了，人家有看到，所以他花得下去。但是家里的冰箱坏掉了20年了，他还不一定舍得换。你如果今天男人有改装，也是相对的，不是只是要发泄型的，呼吸就发泄型，是你注重呼吸对方感受的人，男人在做的事情。这种东西是没有比较就没有输赢啦。男人哈，什么都可以承认，就是那边他绝对不会承认输人家的啦。哎，我现在是108颗，然后装完之后才发现，原来女生真的可以像 A 片演的那样，可以叫啊，可以很主动，叫要干嘛就干嘛。谈起入珠后的姓氏，滔滔不绝，大方分享。台北一名25岁的少年郎小林，朋友介绍下，18岁开始尝试入珠，目前身上有108颗。他更透露，女生在床上的惊人反应，就是身边朋友啊，就有些都有来装过了，然后就一直推荐我说这个东西很好。他们看我单身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装这个，那个女朋友真的是交不完。然后我就。真的吗？看你们都女朋友那么多，不然我也来试试看。然后我就18岁、19岁就来试看看了。一开始装的时候不会害怕之类的？原本网络上看似都是不好的啊，复评什么的啊，纹身馆装的那种啊。但是后来看我朋友他们都找陈师傅装，每个都没有问题，而且他们每个女朋友都越换越漂亮，所以就放下这个戒心，就去试看看了。啊，没想到装起来是效果真的是非常的不错。年轻旺盛，血气方刚，为了增加床上情趣，展现男性雄风，小林不藏私，大方分享自己入珠的状况。他们都装一圈，所以他们就说一次要装一圈，所以我就装一圈这样。然后后来我还有陆续，因为效果不错嘛，我陆续装到5-6圈这样。我现在是108颗。入珠对小林来说，人生究竟有什么惊人改变，让他爱不释手？因为我第一次装的时候，那时候18、19岁，那时候只有交过1-2个女朋友，所以对做爱还不了解，然后就想说，做爱就是这样，就是做一做，可能就出来了。
然后来装完之后才发现，原来女生真的可以像 A 片演的那样，可以叫啊，可以什么的，然后可以很主动，叫她干嘛就干嘛，那种不一样的感觉了。然后装到后面，我就想说，是那越多颗女生是越舒服，然后试看看，然后后面就陆续装了两三次，结果发现真的每次装每次的效果都不一样，女生的一个比一个反应还夸张，而且基本上给我用过的女生有没有，差不多三天不超过一个礼拜就会主动回来再找我试了，就算不跟她在一起也没关系，就是有定期去找她，帮她处理她的需求就可以了。听完小林这么说，真是让人大开眼界。不过入珠对于生活上有何影响？是没什么影响，就是有时候比较忙啊，太多个女生女朋友 要去应付这样。我会建议说，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尝试的话，就可以就是找对人啊，找对人很重要。因为我身边也是有朋友说装一两颗也出问题的，像我装到100多颗也是都没什么问题。所以大家都是寻求的。正确的这个管道，对对对，就是找对人很重要。里面装出来的，不然刺青管啊，或者是给人家练习的那种，就问题非常多了。